经理啊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拜拜。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是不是你告诉温景城说我在外面打工的事啊？嗯。麻烦你转告他，我有手有脚，不需要他来可怜我，不就10万块吗？我就不信我赚不到。哎，哎，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？ 我明白的很，这是我和他的事情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我们俩现在身份吧，挺尴尬的，以后还是不要再见了。我是你师傅，你是我徒弟，我帮你安排一下工作，有问题吗？你安排？你的工作还是我未婚夫安排的呢。行行行，他是厉害，但是你也别小看我，只要我打一声招呼，整个文达市没有人敢雇佣我，你信吗？ 厉害厉害厉害，你是这个，惹不起。我好歹是个总裁，不要面子的吗？喂，你还要去哪儿？月月，小哲哥。月月，他为什么叫你月月？我小名叫月月，跟我亲近的人都叫我月月，怎么了？哎，好啊，你居然有两副面孔。 666厉害，你呀，才是这个。闭嘴，谢哲哥。我正好有事找你。啊，那我们去别的地方讲吧。我们一会儿吃什么呀？这家还是那家？哪家？都行。亲近的人。老板，您身体不舒服就别硬撑着了，去医院看一下吧。 没事，开会吧。哎，小小姐，您这要去哪儿啊？哎呦，你要是实在还生气，不让他当面过来给您赔个不是？哎呀，您别走好不好嘛？是这样的。 温敬晨出差太久了，那我想我也不能落后啊，所以我决定我也要去出差了。出差？对啊。不是你要去哪儿出差呀？多久回来呀？哎哎哎，晋晨知不知道啊？干嘛要让他知道？不是，谁这么晚了？哎，你等我回来，我再跟你聊啊。我先开门。 哎，小圆，小圆姐，我看人家说的这个情况应该很紧急，我觉得你呀应该先去看一看啊。你看你是读师丽人，你又这么漂亮，人又善良，你过去看一眼。我就知道他没白疼你。他疼我？你对疼这个词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你们之间有误会啊？我跟他能有什么误会？我跟他又不熟。那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他最近一直郁郁寡欢的。 谁知道还没出公司，他就倒下了。哎。
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看我像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？不过话我可先跟你说清楚啊，我只是在还上一次你照顾我的人情，你可别想多啊。你确定你照顾过病人吗？你在干嘛呀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会不会啊？这丫头还是关心我的，嘴硬心软。醒醒！怎么了？起这么早，不再睡一会儿？再睡我就死在你手里了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是第一次照顾人，不小心睡着了。对不起，有用的话，还要护士干嘛？这样吧，当做补偿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说，你跟那个裴修哲到底什么关系？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月月这个称呼只有我可以叫。幼不幼稚啊？别以为生病了就可以胡来。您没事吧？我去给你找护士。既然你帮了我一次，我也不想欠你人情。别乱来！你不是想攒钱解除婚约吗？我帮你了。